判的，没得了啦。刚才那个弓的总规放下去十多分钟，已经淘汰了两个，这里躲了一个弓的，上面最前面那个也是弓的，这两个是无缘的，是这个母的也只能眼睁睁的让别人上了，打不赢那个弓的话他们都会上岸。不够长拿不到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法则，跟他们在野生的环境上生活和竞争也是一个道理，适者生存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这个头盔也是不错，这个说去年的话就是这个为王，但今年的话干不过别人，干不过另外一只，今年那一只的话是新上来的弓，那这个打输了上岸的淘汰，给他当羊吧。暂时就抓到两个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这里又上来一个，就是刚才放下去的其中一个，没办法，还是干不过今年年初的那一个王者，只能淘汰捞出来吧。